搞一搞。瞬间融化了。过来给我刷能量啊，好兄弟！我就不追了，回家不要去了。我得一个人打了，所以我说了，打一级团最亏的就是打野，最亏的就是打野。哎，自己 F 6开了，没人帮的话，赶紧直接打这个 F 6也行。呵呵，拜拜。恶心人的这个逼，这个蟹不能打，感觉打了会被瞎子给抓到。嘿嘿，交闪了，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交闪，可以。好兄弟啊，闪现E治疗不枉付我帮你抓了一波，不打了，这瞎子再我去反他野五级，搞把红凯，愤怒才玩红凯，红凯是不可能玩红凯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玩的。刀劈半，进入身体再出来，不会不够能量吧？应该够了。哎呀，差一点呐、啊！让我再蹭一蹭吧，让我再蹭一点能量，刮一刮。交闪了，这火男好胆子好小啊！他进化成功，这咋火呢？让我摸一下，哎呀，摸不到啊！准备好杀他，我无处不在。回来，回来，快点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进入身体，不用了，蓝城直接死了。你看，小黄毛我来了，别怂。抬走麻溜的，我来了，顶住。难不难受？心落在，梦就在。我看一下，里面好像还有一个人，金克斯啊，等他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搞快点。哎，这个是这个人是一个盲僧。哎，没练到，再见，告辞了你。
刀劈半。冲！哇，这个一个 W 刮下怎么才400呢？走开！一回血炸不死，再见，拜拜。瞬间融化了。进入他的身体，再出来。你在跑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你哎呦！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哎，其实也不是很难吧。机会给你们了，不中用，那这都拿不到助攻。